那说到这儿，张教练，下一个训练项目你打算怎么训练我们呢？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心理承受。下面我们做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训练，平衡能力的训练，你们可以比一比看谁是平衡冠军。哦。用一个小的药球，然后我们面对面的单腿站立，然后把药球抛给你们，然后接住。哦，我还以为是要让我踩的，我也以为还要单腿站立，看看谁时间。一会儿可以试试增加难度的话。那我们王东姐姐先来吧。对，单腿站，好，我们把站住。听起来感觉，哎呦，这球还是有分量的，一公斤是吧？对。哎，来，我先简单的抛，对，很好啊。好，慢慢的增加难度。对，看现在我往两边旁边抛，就需要有更大的是这么玩的，去控制，调整回来，对，很好。大球，大球。哎，但是扔完之后自己要稳住。哎，很好，一点没有倒。二传，捣乱。我还行吧，这个我有几次险情发生了。让我们让坏人哥哥试一试能力。来，怎么没接住？哎呀，准备好了啊！很好，我们尝试的扔到身体周围。很好，很好，就不能得意忘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长时间的保持这个平衡。对对对，我知道这个难度在于这儿的啊，需要身体去控制好我们的下肢，主动的去感受肌肉去控制你的身体，就不用光站着，然后主动发力去控制。要发力，增加主动感哈。对对对。刚才我们都有点被动，好像就想太被动了。